好，而家睇下骑士王边个领先？骑士王田泰安领先，赢咗中横大进，俾佢赢咗出嚟。黎超星就领先，夜二分领先。黎超星、罗富全就排第二。咁啊，呢一场就跑千二米嘅，好多只马赢过嘅，一三四七八九十都赢过。咁啊，十二号入个 Q。隔晚大热门咧就系四号临场大热门，一间开飞先知啦。一只黄色衫嘅就叫天行健，唔系个黄色衫系叫龙腾飞翔。一间二号又系黄色衫，不过条间系绿色嘅，呢个条蓝色间呢个咧就系布纹，叫做龙腾飞翔。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第二。二号啦，一样咁啊，黄色衫不过嗰个间就绿色嘅，绿色叫天行健，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六就系十六倍。黄志康拣四号，四号系隔晚大热门嚟嘅。三号仔而家见到呢只咧，班德利叫大众胜利，呢只马又系冷门，佢成绩仲差过二号嘅，不过佢系热过二号，上次十几名嘅。隔晚十九倍，而家十三倍啦！呢三号仔呢只明显多咗飞噶。五号而家呢只咧就系叫做机械骑士，机械骑士系初次出赛就系冷门嚟嘅。六号咧就系叫做有派头，上次十几名嘅，今次第二次出赛，所以又系冷门嚟嘅，都唔系好冷，十五啫嘛。隔晚十倍，而家十五倍。个女仔要四号、九号。四号是隔晚大热门嚟嘅，七号咧就系叫做明骏速星，连续两次十几名。十号咧叫宝丽，呢个八号仔白色衫红十字就宝丽生辉，啊 Jenny 姐要宝丽生辉，宝丽生辉就系潘顿，咦佢拣潘顿，佢拣潘顿个取胜率更高噶。九号咧就系叫做钻色翱翔，钻色翱翔就上次。十几前次几好，前次第三，即上次唔好，前次好嘅啫。钻色翱翔，而家见到呢只三号仔就叫做大众胜利，三号仔十几倍。十二号咧好有飞嘅，十二号咧只马叫做型到爆，田泰安而家成为现场大热门。隔晚大热门是四，现场大热门是十二，啲现场大热门今日已经赢咗一场噶啦。十号咧就系位置热门，奥华威威、黄之宏，大细就系咁啦。赢过咁啊，好多只，一三四七八九十。十二号咧就入个 Q， 十二号入个 Q 嘅啫，所以而家大热门都有原因嘅，佢系有赛绩嘅。隔晚第二系四号，现场大热门系十二号。我要八号，要宝丽生辉，同埋呢个一号仔阿布文，系咪？一号仔系布文，一号仔布文，八号仔系潘顿，潘顿搭布文。一见到呢只三号仔就十三倍，三号仔啊上次第十几，前次第八，应该冷啲添嘅啫，唔知点解十零倍咧，隔晚十九倍嘅，而家得翻十三倍。一号又系黄色衫啊，不过条间系蓝色嘅。一号同二号都系黄色衫嘅。嗱，四号呢只隔晚大热，其实都几好嘅，即系五倍啊，而家变为十二号咧就系成为而家一号成为大热门，即系布文成为大热门。哇！此起彼落啊，即系几只马，一号、四号、十二号系一号、四号、十二号系差唔多飞数嘅，然后就轮到八号、十号、八号嗰啲咁样，即系一、四、十二、十八咁样啊！而家即系嗰个排位 ，tips 指数嘅排位咧就系二百三十，即系二号、八号、三号、十号。好劲喎，三号啊，点解会二百？唔系喎，
是81.40，貼士指數啊。海外赔率就4.18/12，哇，4.18/20，各有睇法。啲海外赔率即系嗰啲睇马经专家开出嚟嗰啲盘口嚟嘅。而家七号仔有六格位置，位置而家咧就系红格就系四号，哇，此起彼落啊，真系。我要1号8号，我要8号1号啊！我要买8号买希威森嘅啫，买潘顿啊 ，sorry 啊，买潘顿同埋呢个布文啊，希威森系4号啊，希威森而家好有飞啊，4号仔，热门马龙腾飞翔天行健，跟住咧紫色三就系颜色王子啦。搞緊呢只天行健，好，亦都搞掂埋，跟住咧係紅星勇士，鑽石翱翔亦都順利，第五場嘅泥地賽交俾集前，最後入閘，大眾勝利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五場賽事4000/2短途，大熱暫時係一。好，你一开闸大家都快喎，咁啊较为快少少嘅马咧，埋边位置颜色王子啊，咁啊再见到中间红眼罩就有派头啦，内栏红星勇士啊，出边有宝丽生辉最出机械骑士啊，咁啊拖翻住，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先，黄衫黄帽嗰匹咧就龙腾飞翔嚟噶，后多浸就大众胜利，钻石翱翔啊抢唔到咯，尾四内栏名骏福星啊，尾三蓝衫啊赢到爆啦，尾二天行健啊，咁啊暂时包尾嗰匹马咧就奥华威威嚟噶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啦，颜色王子就好。顺利放到出嚟跑啦，有派头就逼下佢啊！守住埋边嘅第三有红星勇士啊，外边只机械骑士都走埋上去啊！第五位白衫咧就系呢只宝丽生辉啦，再后多层啊嘛，龙腾飞翔黄帽就要攞出去啊！最出有大众胜利，外边仲有一只啊系奥华威威嚟噶。好啦，正进入直路啦，颜色王子贴栏有少少优势啊，机械骑士啊上咗嚟，红眼罩嗰只就有派头啊，中档追分别有龙腾飞翔，外边仲有只天行健，后边蓝衫。就赢到爆嚟嘅，最后100米到天行健将后面嘅对手越抛越甩，赢出呢场赛事，赢到爆就跑第二，第三名嘅马咧，咁啊相当近啦。外边钻石翱翔，入边机械骑士啊，结果今场赛事又有得追下咯。结果呢只天行健啊，咁啊排咗个外档起步，一样能够咧。12号系曾经成为现场大热门，我跑过第二。第黄色三绿色间嘅咧就系、是。二号仔艾杜拿嘅叫天行健，二号仔咧系本路程系未赢过嘅，冇纪录嘅，十几倍嘅艾杜拿，赢咁多添啊，仲冇纪录嘅本路程。哇！你睇即系连马师真系几 happy 真系，二号、十二号又爆冷嘅，二号十几倍，十二号系热门嚟嘅，赢到爆。田泰安曾经成为现场大热门嘅，二号、十二号。试下揾下只黄色衫添，嗰只潘顿咧嗱出到闸嘅呢个潘顿啊，爆呢只爆仔咧出到闸嘅，但唔知点解临阵退缩咁样样。咁啊，四号咧就夹晚大热门啊，就但系都系冇钱收嘅呢只马，夹晚大热门呢、這个叫希威森啊，颜色王子跑咗喺前边，咁而家就揾下只黄色衫啦，哇，成扎黄色衫喺度，绿色个黄色加绿间，诶，而家喺呢度啊，喺呢度冲上嚟啊啦，黄色绿间，布文只马就系黄色蓝间，诶，好乱啊呢场。佢喺呢度啊！而家喺呢度啊！赢得嘅马喺呢度，喺呢度啊！睇睇下佢点啊！我潘顿走埋马林当中，诶，佢揾到个位啊，冲上嚟啦！而家二号仔，哇！艾杜拿冲上，连续两场后上啊！一只梁家俊又后上，而家艾杜拿又后上，而且越赢越远嘅。咁十二号仔咧，田泰安就冲上嚟，
攞翻个第二，后面啲马好似唔识喐咁样。个 win 就系爆冷嘅，十几倍到，有冇廿倍啊？隔晚都十倍啊！二号仔133，咁咪十二号系热门嚟嘅，即系十二号系曾即系入过 KO 咁啊！十二号，九号系咩嚟噶？九号都赢过嘅，九号都赢过嘅，九号系叫做钻石傲翔，但系都系冷门嚟噶，即系。同呢个二号仔一样咁冷，十几倍。连续两场爆冷 win， 隔晚大热同埋现场大热呢场都冇运行。